柔、林静勇、林静文、陈姿玉、尤雅媛、杨哲敏、刘嘉珍，请大家给他们热烈掌声。
或者是亲友团，你们今天一定跟我有同样的一个感觉。哎，你们是什么时候长大的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怎么会突然长这么大？突然有这样的才华，有这样的一个才艺，他们所展现的，你们觉得他们像国三的学生吗？不像，完全不像。音乐组的孩子穿起了礼服，那种大气，那种台风，那种音乐的展现，其实有几个同学弹错了，因为我也会钢琴，甚至于那个谱啊，因为没有把它架好，就这样。但我们孩子很镇定，就重弹嘛，就那个音节开始再重新弹，孩子就是那么镇定。孩子的这个表现，你觉得是一个14岁、15岁孩子能够表现出来的吗？所以音乐组的孩子是这样，舞蹈组的孩子更不用讲了。我们很谢谢两位学姐，其实他们也都是资助班出身的。两位学姐燕晴跟那个佩恩他们来支援，其他六个同学，你看一下。这六个舞蹈组的同学啊，我就想象他们5年前，好了，我不要讲谁，5年前他们还是小学生，也曾经在舞台上，还有曾经在某个舞台上哭呢。怎么会观众那么多？他会紧张啊。可是5年后，他却是这样，你不管给他什么舞，他们都这样，都会知道。台上的很多舞蹈组的同学，一个礼拜前还在文化中心跳胡桃钳，对不对？一个礼拜前还在跳胡桃钳，可是现在在这边用不同的舞码。这些孩子，我刚才看到有个孩子好像赵以安来，我注意到你，现在应该没有，因为我刚才看你贴了个纱布，哦。因为他们看过地板动作，很不巧的校长也跳过舞，所以我相对脚很重视。我刚才看到你贴了个纱布，他们这种地板动作，各位亲爱的家长，他们很容易受伤，很容易这样子磨，会磨破皮。我最担心的是他们骨头会受伤，可是孩子们可以跳的把力跟美结合的这么的淋漓尽致。这就是我们舞蹈组的孩子，对不对？美术组的孩子，我最讶异的，我觉得你们还是在参加演讲比赛。哎，每一幅画都可以说出他的故事，是吧？而且那故事里面有生命力，你可以听到他们在展现他们思想的改变，他们成熟了，他愿意表达。他的想法，他的情感，他的情绪，他成长的变化的轨迹。尤其我听到最难得，让我最当这个当你们校长姐姐最安慰，他们不自私，他们在关心着这个社会怎么变化，甚至关心到俄乌战争，关心到为什么会有人这么迷着手机。孩子们不只是活在自己的象牙塔，他们也愿意就是把他们的眼睛张开，透过他们的笔，他们的色彩线条构图，去跟这个世界对话。美术组的孩子有没有成长？有。我听他们在讲，因为我就想说这边有长讲稿吗？字幕机也没有。可是他们是讲的这么侃侃而谈，因为每一幅画都是我们的孩子用他们的智慧、用他们的生命创造出来的，所以他们能够这么的说。我想这个班一年级的样子，大概我不太敢想象，李碧我们应该也不太敢回想。所以一年级确实状况很多，就是好多只这样跳来跳去，全班都这样跳来跳去，很活泼，很聪明，但是就很多灵魂在那跳来，就是一个很想挣脱池中桎梏的灵魂。李碧老师不愧是我们池中毕业的，他是校友，那又是美术老师，
所以呢，在燕姐的时候，我很感恩李丽老师用很多的包容，把他们带了他们一年级，也打下很好的一个基础。但是我们也不能阻挡他的幸福，他要结婚，他的姻缘在新竹，房子也买了，老公也有了。我们也知道最近是刚刚庆祝他的新婚满周年，对不对？对，新婚周年哈。好 ，OK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呢，确实是考验着我这边要非常的谢谢我们的阿斌主任，阿斌主任在哪儿？好，阿斌主任。阿斌当时是学务主任，其实我们伤透了脑筋，因为艺才班的导师不好找，于是我们找到一个。我们称为他是后母班的专家，也就是说孩子很难搞的，他有办法把他搞定，他就是方贤老师。这个班真的很难，我说真的，我跟阿斌讨论了很久，但是我们两个共同的答案排先起来就是方贤。方贤知道李丽要结婚，二话不说把这个班接起来。一个地理老师面对喜欢音乐、喜欢舞蹈、喜欢音乐的孩子，就是这样。各位家长，方贤老师带的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方贤，谢谢方贤。好，这个班在国二就稳下来了，真的，国一到国二。国二到国三，那这个班的孩子其实我都不用再看他，说真的，有时候晚自习经过他们班，我觉得这个班我的感觉不太像一才组的。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他怎么的那份定，那么虽然是有艺术的灵魂，可是他们很清楚他们做什么。所以在这边我请各位家长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群孩子。这些学艺术的孩子，他们本来就有他们自己比较自主的灵魂跟思绪，我们要去理解他，不但要去理解他，而且要支持他，不但要支持他，真的要花时间陪伴他们。OK， 向阳姐姐或许没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他们，但是有一点，我很相信他们，我一直在帮他们找机会。所以这些老师，不管是怡金老师、雅琴老师、唐爷爷、邓汉老师，都知道这个校长爱学生的方式就是：只要你们肯学，只要你们有梦想，我会用尽各种方法成全你们，我帮你们找舞台，我帮你们制造机会。因为成长不能重来，因为青春青少年。最美好的青少年岁月就只有一次，它不会重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到，当我们相信孩子，帮他找对老师，老师们用他们全心全意的心力跟爱去陪伴他们，会看到今天两年半，不到两年半，孩子的成长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。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再次也感恩所有的家长，尤其我知道今天很多家长远道而来，甚至于帮孩子们化妆，今天很多应该是都是，我知道方贤绝对不可能化妆的，他不会化妆，是不是都是爸爸妈妈，妈妈帮忙化妆，有没有帮忙化妆的妈妈举手？哇，好几个哦，感恩大家，感恩你们。校长要送你们一句话：一旦喜欢上艺术，你就要记住，或许你的同学、你的朋友、你的什么人都可能背叛你，但是一旦艺术成为你一生的才华，艺术不会背叛你，音乐不会背叛你，美术不会背叛你，舞蹈不会背叛你。你因为拥有了这样的一个才艺，你这一辈子，你的精神，其实你的心灵的境界会比别人还要丰富，所以校长要恭喜你们。但是有今天的成就，它绝对是点点滴滴努力来的。我们看到这上面的这三张图，他们画孩子画的这张图，好，那张图稍微闪一下，那张图舞蹈的那张图，来舞蹈的那张图，各位家长看一下，
好，我们稍微你们稍微闪一下，让家长看到这好，对，好，各位看一下，来芳姐帮忙指一下，那个叫脚背，你知道脚背是什么？ Okay. 啊，江敏去指一下脚背是什么？脚背来指一下，你看就不知道，你看这种跟地理老师哪在？好，各位。来，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，跳舞的人能够穿上芭蕾舞鞋，把那个脚背显出来，你知道多少功夫吗？你知道他受伤多少次吗？你知道学舞蹈的人，他能够穿上芭蕾舞鞋，我们讲座就是从软鞋变成硬鞋，把那个脚背显出来，你知道他要滴多少汗水吗？孩子们，懂吗？任何一幅画，我一直在看你们画的尺寸，我不只是看你们的构图，我看你们的，其实你们画的画都是大幅画，只是今天没有办法摆出来，其实都蛮大幅的。音乐是一样，你们演奏的曲子也都是名曲。各位，这一些展现，孩子们只有一条路，你要不断不断的练习，你要花你的心血在上面，它才会成为你的，这样的艺术的才华才会成为你的，是吧？所以希望你们继续，好吗？好，那现在是国三的，喜欢跳舞的，然后要维持成绩好，喜欢音乐，喜欢美术，还是要维持成绩好，一句话，继续留在职中吧。校长成全你们，好吗？可以吗？校长跟所有的老师都会在，除了李丽跑掉之外，其他都在。好 ，OK， 孩子们，你们了不起，请各位家长给他们掌声。现在往前一步，来看着你们的爸爸妈妈。等一下，孩子们，校长带你们哈，各位家长，感恩你们。感恩你们为孩子那么的爱孩子，为孩子今天出现在这里，我知道这一天多么不容易，我知道你们付出了很多银两，也付出了很多心力，这过程或许孩子曾经让你们失望，或许孩子曾经让你们生气，或者是孩子曾经让你们不知所措，可是今天孩子们很在意的你们的栽培，他把他们所习得的展现给你们，感恩你们养育他们，感恩你们愿意这样子栽培他们，感恩你们把他们送来始终。现在孩子们用深深的一鞠躬，感恩所有的家长。来，我们深深的一鞠躬，来一正，一二三，敬礼。敬礼。